我想先讲一下啊。那你就是讲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就是贴合广场，这个小广场就贴合广场啊。大巴车要过来了，我们稍微靠过来点吧。那么我们就是大家啊，2:30在哪里集合呢？我们站在。Flagship store. Thank you.
Und Kaffee trinken. Thank you.
Maga. Ben.
पूछते हैं क्या सिटी टूर कितने?这个很正面的，因为我们的火车站。
Oh yeah.那个天鹅还喝咖啡的，你们那边。
哦，对。
Thank you.